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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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最新的这个歌《侠》啊，还有武侠包子，穿了类似这种武士的衣服啊，咱们自己跳的时候也可以，就那种现在这么多武侠剧啊，就找那种类似的服装或者往上头戴都可以。然后咱们来说第一的舞蹈动作，他们一二别人一圈啊，手这么搭着，如果自己跳就不用搭手了，可以放在兜上，然后只要一只手。听到那一开始的歌不用手拍的，就简单的那个应该是琵琶还是古筝啊那种东西，但是那种弦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跟着他那节奏，第二个响的噔噔的时候，把你的左手抬起来，然后噔噔噔噔，自己在那滑了，自己舒服就行了。然后就噔噔，最后两下，下上就可以了啊，就噔抬哒哒哒哒，下上就行了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手咱就放下，这个头慢慢的，然后他们因为搭着手嘛，就四拍，就五七八这抬起来，直接抬头就行了。噔，抬起来，好，然后撤你的右腿，右手去扶你的脖子啊，怕一个往后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可以做一个 wave 啊，可以做一个 wave， 不做也无所谓，就往后倒就行了。哦，下完之后调整一下，往前看，左脚，右手也是第二次那个噔噔的那个抖一下，噔噔噔噔噔。就噔噔噔的时候，其实这是数拍的，这个第四拍的时候，左手滑一下，右手不动，左手滑一下，右腿出去，看，这是咱们中间把它截的动作啊，看顶出去，啊，这个顶完之后，噔噔第二下，等的时候身体啪转过来，它们整体就有一个这么转的感觉，所以你这个动作，你转不转接什么都无所谓，就是做舒服就好，有一个过程，噔噔啊，不是噔噔第二下的时候再转啊。OK， 然后咱们又是调整一下，转成一斜排啊。中间这个 solo 咱们就 solo 这个个人的不做，来做整体的。坐在前，右手跟拿本书一样，倒在头前面，看，然后噔噔噔噔，那么留着作业这个头，你就找一个六拍，往右边一看就可以了。就开一个很大的，就是弓步啊，往右边，看，伸出去就行了。啊，这个手到时候。那么再往回收，就第二段动作，前面第一段手拍就这多，就这么多啊，就主要根据他那个节奏去做这些动作就行了。第一段就这么多内容啊，如果想继续学的话，扫左下方的二维码，今天购买即可。我们尝试跟下音乐。